现在简单试一下，只能手动前进试。啊，现在我切一下哈。切出来的都是好的，再切一下啊，再切一个。切出来以后就直接开了，就是切出来以后就是直接开的，看到没有？直接开口了就会，切出来以后就直接是开的。看一下，是这样的。我这样子搞开以后，压过去，它怎么样都不可能压得很死，因为你现在这个已经压得很死了，没办法。我装个钢珠以后，这个就成一个这个形状了。那我切完以后，切掉以后，它就自己。